等待监管系统回应，请稍后。 老师好，你好，同学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请开始考试。右后方有学员通过。 左前方有学员通过，请启动发动机。 下面将进行模拟夜间行驶场景灯光使用的考试，请按语音指令，在5秒内做出相应的灯光操作。请开启前照灯。夜间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。夜间通过拱桥。 夜间在没有路灯、照明不良条件下行驶，夜间超越前方车辆，夜间在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，等待监管系统回应，请稍后考试不合格，你的扣分项目是不能正确开启近光灯，扣100分，请不要下车，准备补考。